这个醍醐娑罗了是乃至品啊，现在我们讲乃至品啊，都是从乃提炼的啊，越提炼越殊胜的 啊，所以从乃提炼呢这成老，老在提炼呢就成为酥，酥在提炼呢就成醍醐，醍醐是乃至品里面的精华啊，味道也最美。佛在经上常常用这个来比喻啊，比喻佛菩萨，比喻最殊胜的境界啊，醍醐啊，啊，醍醐到底是什么？现在有没有？啊，现在有，很平常。啊，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，食品里面最好的这些事情，我们在早年初学佛的时候。道元老和尚啊，他有一次啊，跟着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啊，到印度去观光旅游参访，因为他是讲经的法师，常常在经上讲到醍醐，讲到阿摩罗果啊，他总是说不清楚醍醐是什么，阿摩罗果是什么。所以到印度的时候，他就特别找这个印度人，你把醍醐啊找来我看看，阿摩罗果找来我看看。他就阿摩罗果人家拉来了啊，巴拉哦，他也看笑去了，我们台湾 也很多啊，醍醐是什么呢？嗯，这个也拉来了，原来也很平常，不是常常吃到的。现在叫沙拉，啊，这个外国人叫沙拉，啊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醍醐，啊，这一下才真搞清楚了。以后讲经他常常讲给我听，啊，那么在从前为什么没有法子翻呢？因为中国没有啊，中国没有这个视频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视频在3000年前呢啊，印度已经就提炼到这样子美食了，这个心心即佛，他为什么用两个心？一个心不就行了吗？何必用两个心？两个心一定是两个意思啊。那两个意思呢？那我们叫真心妄心。确实，真心是佛，妄心也是佛。所以佛才讲啊，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。一切众生现在用的是妄心。妄心从哪里来的？妄心还是真心啊，迷了。真心在迷的时候就叫做妄心啊，所以妄心之体是真心啊，离开真心哪来的妄呢？真妄不二啊，真妄是一啊，所以这个比喻里就比喻的好了。你看看醍醐，把醍醐比喻真心，把酥乐比喻成妄心，通通是奶里头提炼的，没有离开奶啊，啊，都是奶制品啊，真妄不二啊。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真的觉悟了。
整个宇宙里面就是一个般儿，你真开悟了啊！真妄般儿，迷悟般儿，凡圣般儿，生死般儿，烦恼菩提般儿，这句叫什么？叫一心呐、啊，一心不乱呐、啊。境界是什么呢？境界是一真法界，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你要没有入波儿，你见不到。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得不到一心，你见不到一真。啊，你还是落在妄想、分别、执着里头。啊，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那是迷呀，不是觉。大事的开始，开门见山。啊，第一句话就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显示给你看了。啊，问题你懂不懂？你会不会？前面心心即佛，佛佛为心的，这说两个佛，两个佛也有意思。可以称为一切诸佛，也可以说为今佛古佛啊。那么佛佛两个字就代表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。佛是什么？佛就是心呐、啊，心就是佛了。这个心是真心，哪个人没有真心呢？人人都有真心。真心在哪里呢？真心就在现前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真心啊！不但你有真心，一切有情众生，我们今天讲动物，所有动物都有真心。不但动物有真心，植物、矿物乃至虚空，为什么呢？真心是一切诸法的本体，体是真心的。